桃园市杭义新村市协会，今日也被桃园南门市场发起的“人人平权公民运动”开联署，而为杭义争取的台湾“人人平权”的 TV， 希望政府会重视客家族群的想法，同时会同民众讲理念，唔接受闽南沙文主义，杭义未系台湾一种。后生职工同行业宣传时，托桃园南门市场都邀请民众联署支持客家，咪系台语嘅一种。职工讲希望影响客家意识，同认识客家面临嘅危机。唔系赌吧？客家人那边全部做唔得。应该是想嘅，吼，一摆应该喺度后生啊，一进来起出来，吼，大家中华什么大病？我希望大家都知客家话在台湾的重要性。桃园市杭义新村市协会就讲，文化部想同后罗化变做台湾台语，甚讲原住民创意合法咪做得讲系台语。少数闽南沙文族语咋讲其他条嘅后罗化系台语，唔接受其他嘅话语，对其他嘅族群伤害动态。有啲人都唔知讲，唔掉出来闹嘛嘅，挨到唔免闹，挨到系讲希望老头白中央莫来改变，按多年来哈，就系咁样嘅。客家话也系台语，闽南话也系台语，你嘅原住民话也系台语，睇住家就系台语。桃园市杭义新村市协会就讲，台湾基于无出权的问题，无论讲哪一种嘅话语，都系平等呢。不应该受到限制，也限制。希望大王连署的方式，本台甲重视安尼个问题。好，新闻台桃园报道。